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节目的开始，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四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曲卫老师，欢迎曲老师；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们会在线与您沟通，帮您答疑解惑。如果你们想连麦他们的话，可以私信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当然是要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了解一下这对嘉宾吧。各位请看。我们是在演出时候认识的，到现在我们结婚5年了，我们还有一双儿女，别人都向我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大家只看到我们表面上的幸福，却不知道我为这个家到底付出了多少。我原本以为一儿一女好事成双，是天下赢家，却不想二胎家庭让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我们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分歧真的很大，我们的婚姻也濒临崩溃的边缘。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小五27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有请。小商28岁，来自吉林，无业，有请。欢迎两位啊，这么年轻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是吧？是的。老大是闺女。对。老二是儿子。对。带孩子挺辛苦的，都自己带吗？还是公婆帮着带啊？现在都是自己带。先生搭手吗？支不上他。搭手也搭，但是比较少啊、因为你得工作呀，是不是？你得赚钱养家呀。嗯，他是全职宝妈。哦，以前你做什么呀？全职宝妈。以前对，我们两个都是唱歌的。你就靠你一个人养个家，挺不容易的，对吧？挺不容易。这个上面写的您是自由职业，这个自由职业指的是啥呀？其实我是主要以给歌手写歌，然后呢也唱歌，嗯，然后呢也拍拍戏啊，就是我想接啥我就接点啥啊，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说我专门就干这个。今天来是为什么呢？他教育孩子的方式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包括对我也好对孩子也好、太苛刻了。我们爷仨在他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感觉喘不上气，就像被关在这个牢笼里一样、就是你们可能是体会。停，什么叫你们爷仨关在牢笼啊？咋的？谁被关牢笼了？我们呢？我跟你说，真正被关牢笼的应该说是我。你还反咬一口，谁能管了你呀？原来我是什么生活习惯？我现在呢，除了伺候孩子、接孩子放学，然后再就收拾家务，其余的我自己一点闲余时间都没有啊。然后你说我原来呢，可以说不是说吧吹吧，是一个少女，现在呢大婶子，马上都快变成大叔了。你说我现在，我可以说我真正是一个女汉子啊，自食其力。懂不懂啥叫自食其力呀？你说那话好像我啥也不干似的。我帮不了你是因为我在外边赚钱养家，我在工作。你别提你那工作，提你那工作我更不气儿不打一处来。你说你工作，我以前是什么工作态度？可以说这一个月把档期排得满满的，30天全都排满，滴水不漏。你现在呢？3天打鱼2天晒网。哎呀，我高兴呢我就去干2天，不高兴呢哎我就往家一待，孩子也不给我带。咱们啥职业？是不是自由职业？当初为啥要选择这个行业？不就是因为不用准时准点每天去上班吗？再说你没有必要把自己搞那么累，钱挣多少是多呀，这够花就行呗。能吃饱能穿暖啊，我不没饿着你们吗？你是没饿着我。原来我是什么生活条件？可以说是每个女生都爱美嘛，差点护肤品化妆品。哎，我现在呢整个就一个黄脸婆，我能拍一个水这就叫擦脸了，护肤了。那你就买呗，谁拦着你了？我有那闲钱吗？我花他钱的什么感觉呢？就是寄人篱下，就特别不自然啊。明天这样，你在家带孩子，我出去工作。哎，你看我是什么工作态度？
我是怎么养活这个家的？我非常不赞同他这个说法。人家也有能力啊。什么叫做寄人篱下呀？啊，啥叫寄人篱下呀？咱们是一家人，然后呢，你的强项你是照顾孩子，你照顾孩子也是功劳啊。那我赚的钱不也是你的钱吗？你怎么能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呢？然后动不动就，啊，要不然你来看孩子，我出去工作赚钱。那大家都知道，我身为男人，那咱不说是男主外女主内是什么规定吧，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因为啥呢？我们男人大部分吧都比较心粗，那你说你让我们在家照顾孩子这一日三餐，你就说水来讲，你就别矫情了。换而言之，就是人家也能工作也能照顾孩子，您只能工作，不就这意思吗？对呀、啊，矫情什么呀？我们男人别矫情。你是什么长处你就干什么？人家长处工作也好啊，人家也可以干工作呀。那也没有办法呀，那不能让他去工作呀。所以就是你是短板吗？人家叫能文能武，在家能持家，出外能挣钱。咱男人差点意思，持家差点意思，挣钱也许还挣不好。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挣钱挣得不好？特别不好。这不就是吗？人家不满意就听着。他说这个，啊，自己舍不得买化妆品。那我说你先别给孩子报兴趣班，你怎么非得报呢？那不也是费用吗？那不也是钱吗？我觉得钱花在孩子身上怎么都值得。就小孩嘛，他也有好朋友，然后在学校他那个好朋友学各式各样的那个兴趣班，然后他就回来跟我提过很多次，并不是说孩子说想学什么我就让他学什么乱花钱，这个不是。因为我从小带到大观察孩子，就是比较有这个乐感，就是对音乐这方面了跳舞了就是比较适合，所以说我让他去学这个舞蹈。孩子才多大呀，刚上幼儿园，太累了。你早上把他送到幼儿园了，然后呢放学接回家，原本你能让他们放松放松轻松轻松，结果呢这个时间又送到这个兴趣班了。从幼儿园他就开始这么累，将来上学呢参加工作呢，他回头一想自己连一个快乐的童年都没有。然后孩子每次去学舞蹈都是开开心心的，高兴而去满意而归，这就证明孩子喜欢，他就高兴，所以我就让他学。主要这些都不是孩子的想法，都是他。我感觉别的孩子都学这个好，我感觉我家孩子应该学这个。人家不是说孩子自己喜欢吗？他什么都，他以自我为中心。你就是包括像孩子吃饭吧，孩子吃饭，两个小孩必须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你坐这儿你坐这儿，一动都不能动，不能玩，必须得专心的来吃饭。我觉得啊，孩子的天性就是好动的，你就别说孩子了，我们成年人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看看手机？这都是他的坏习惯，然后他都把孩子带坏了。孩子吃饭吃到一半的饭了，他说妈妈我想拿个玩具过来，你非得不让他拿，然后呢孩子就哭了，哭完了之后你再让他继续吃饭，对他的肠胃能不能好，对他消化能不能好，这都是你惯的。我在家带孩子为啥没有这种现象？就因为你回来你给他惯成这种习惯了，他一看你回的完全不受管制了，啥都不听了。我是让他多放松放松，我不是惯着孩子也不是宠着，你该宠得宠，该管的时候得管。他老说我宠着孩子，就包括看手机，我说孩子可以适当的看手机，他就不让孩子看手机。现在呢就是科技时代，你得让孩子接触接触科技产品。说的条条是理，看手机费不费眼睛？我问你，看手机费眼睛？看啥都费眼睛，那专家都说了，正常光线下看手机和看书本伤眼程度费眼程度是一样的，只有说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手机屏幕很亮，它才过于刺眼睛的。你懂啥呀？哪个专家说的？我爸爸是专家呀。你等我说完。我爸前两天在这个手机上看的，发微信群里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微信群，你不信你现在查查。不是，我问你专家叫啥名？叫啥名我不知道，但是绝对是专家，人老老正规了，戴眼镜都长胡子的。人说了，
孩子看手机真的会影响视力吗？据我们的观察统计，他和看书看本基本上都差不多，在正常光线下绝对是专家说的，不信你看看。说的我的妈亲，驴唇不对马嘴，一听都搁这瞎掰。原话咋说的我忘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吧，你说孩子看手机费眼，这个确实是存在这类的问题，但是他只是看时间长了，他过度疲劳了他才费眼，那你不会给他定个时间吗？拿手机设个闹铃。你别提你这个定时间了，哪次都是说给孩子看10分、15分，哎行，哪次他真正到点的时间定闹钟他给你送回来过？哪次不都是个半个多小时，甚至把孩子整叫唤了，把手机要出来了？你说你这手机给孩子看的反倒适得其反了。但是就说手机定闹铃，谁也没有你这个好，晚上睡觉的时候每一个小时就响一次，这叫你说咋睡？孩子小嘛，然后他那个有一个蹬被的习惯，我自打生了两个孩子吧，就是严重缺觉。如果说你不给我定个闹钟啊，哎妈，对了，睡一宿都不带醒的。所以说，我就为了孩子，我就寻思牺牲我自己，为了孩子嘛，就定闹钟，你是然后给孩子来盖被。牺牲你自己了吗？再说你至于把闹钟定的那么密集吗？那一个小时响一次啊。那我不俩孩子吗？不还有一个尿床的呢吗？我家孩子老二小，他有一个尿床的习惯。这妈不容易，我如果说不定闹钟的情况下，尿的稀里哗啦，躺的可哪都是，哎，那简直就没法整。你不觉得你老婆这做的特别不容易吗？就是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呢我也理解他不容易，我这个呢也是相对来讲我让他减轻点，你不要定那么密集。再说了，尿床跟你也有直接关系。我咋的？我让他尿的啊。我跟你说啊，每天就是睡觉之前啊，就是端了两杯水就过来了啊，睡觉之前必须得喝点温开水啊，咱们长的水量漱漱口都成了这个睡觉之前必须要走的这个过程了。那睡觉之前你要是不喂他这么多水，他能尿床吗？这不是也是专家说的吗？咱群里相亲相爱，咱家那两位老专家说的吗？多给孩子喝水，水灵，他们告诉我的，你看咋做都不对了啊，听专家的也不对，我们家这专家你看的就对，我看的就不对了。你再说了，就是说这个闹铃的问题吧，我一个大人啊，我就影响休息，第二天工不工作这个都抛开外了，那孩子呢？有时候啊，没把你吵醒，这闹铃都把孩子吵醒了，孩子叫妈妈妈妈，你手机响了，那孩子第二天不得上学吗？他晚上被闹铃老是吵醒，他休息不好，第二天精神能集中吗？他就总说孩子就是像我的木偶似的，我咋扒拉咋是。你说我在，不是，我也是有一方面也心疼你啊，我不是说挑你，你就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啊，隔个10分8分的摸一下孩子小手，摸小手稍微凉了赶紧拿件外套给穿上了，一摸小手心呢稍微出点汗，立刻就把这个外套就脱下去了。你这个太细致了，你倒说啊，我在家很不容易啊，我非常非常的累。你说你不是自己找的吗？晚上闹钟一个小时响一次，白天啊这个隔10分8分的摸摸手摸摸啥的，你是不是自己找的呀？你看他这话说的，我自找的。还有一个我最气愤的一个就是啊，重男轻女，就是对我闺女特别刻薄。我就是就因为这个事我都已经跟他谈判很多次，他不改。没有的事儿，不能乱说，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啥叫重男轻女啊？我什么时候重男轻女了？都是通过我平时观察看出来的。就是假设说就孩子小嘛，他指定会有争玩具的习惯，然后争玩具吧他就指定是哭，然后老大哭吧，哎那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就到跟前把嘴给我闭上，孩子不闭嘴的情况下上门外边，什么时候不哭了再给我回来。哎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说耐心哄孩子的时候。对老二他就不一样啊，蹲下来，然后儿子你怎么了，然后有什么事跟爸爸说，爸爸帮你解决。你说对一个外人来看他是不是特别对老大特别这个和重男轻女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和大和小有关系。因为老大大老二小，你肯定作为姐姐你得让着弟弟啊。他俩只差20个月呀，他就把这个老大就完全当大人了。然后别人家呢，别人家人要甚至比我家孩子都大2-3岁，都当宝似的，怕冷怕热了。他这再一个啊，他们两个性格不一样。比如说犯了同样的错误，我说老大的时候，老大跟我顶嘴，他跟我犟，我只能去更严厉的去批评他。当同样的错误我要说老二呢，
那老二就会说，爸爸我错了，我没有办法再去很严厉的批评人家了。那是他们两个承认错误的态度不一样，我也没有办法对他们一样啊。那是因为你没放一个平常心对待这俩孩子，你都说了俩孩子性格不一样，所以说吧，老大是啥性格你得顺毛抹他，你如果说你呛着他吧，这孩子比你还横。关于孩子的这部分我们都听懂了，夫妻双方有很强的争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现在基本上吧，啊，第一个就是因为孩子，第二个就是他想出去工作，我接受不了。老二多大了？接受不了。老二4岁。哦，上幼儿园了是吧？嗯。哦，那可以出去工作了，你为什么不接受呢？那得接孩子送孩子呀。你也可以接送啊，您自由职业嘛，对吧？您自己也说了，自由职业就是自由嘛。早晚得给孩子做饭呢。自由职业就是自由嘛，可以早晚做饭嘛。那孩子得有人管，但是我管不了。啊，你刚才说的头头是道的，他管的都不对，那你得管呀。我可以管，但是我管不好，相对来讲管孩子来讲他比我强，我不是说我能比他管得好所以我在这挑他的理，我是说虽然我没有你做得好，但是呢这个你要是听从我的意见我感觉应该能更好。你都不会做，你那意见还管用吗？核心并不在孩子，是因为你现在要出去工作是吗？对，想出去。因为我现在就是对我现在的生活习惯，就是生活这一天的方式特别不满意。那就出去工作呗，孩子已经大了可以出去工作了，有啥呀？可以出，但是家里现在面临的这个实际情况是真的是没人带孩子。那你不就你去，那你就别工作了呗。但是你说说他回来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一顿挑，所以说我跟你说今天我就想找各位老师来评评理。你说如果说我天天在家带孩子这样事儿的，然后累成这样，累成黄脸婆，然后他回来还对我一顿抱怨，然后你说我在家我就值不值，我就寻思我也不是抱怨啊，你在管孩子的同时我也在工作，我回来的时候我是心平气和来跟你说的时候你认为我是在抱怨。我没感觉到你心平气和。哼，所以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而不是为了激化冲突对吧。可是我发现你们完全活在自己的一个逻辑里面啊，你们都没有听彼此心里面那一部分真心想说的话吗？他就没有好好跟我说的时候，你也没好好跟他说呀。有很多夫妻自己出现的问题或者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总是把它外化，比如说我们俩关系为什么不好啊，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俩关系为什么不好啊，是因为我们观念不同。真是这样吗？其实真不见得。所以你们背后这点事儿到底藏着是什么，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就一个要求，认真听，别再吵了好吗？放下争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包红兄，刚才做丈夫的津津乐道，男主外女主内，你再看看你们家的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已经被损伤的面目全非，同时被损伤的那就是夫妻感情和婚姻感情。您能说会道，对孩子教育好像很有科学理念，两个人能不能换换岗呢？你到外面去工作，你在家管孩子，你愿意吗？做全职妈妈是很辛苦的，而且这种累你平时并不是看不到，但是这样的状况当中你去看，夫妻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除了争吵你们两个人还能在家里好好说话吗？还有这样的空间吗？看似是孩子的一个教育理念，其实你们对孩子教育的这一个分歧其实把孩子也害了，爸爸让他向东，妈妈让他向西，他夹在中间无所适从，惶恐不安。所以赵川老师说的太对了，你们两个人根本不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和妻子出去工作的问题，而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情感出了大问题。你们不要拿孩子说事，你们现在已经害了孩子了，我其他真的不想多说了。严老师，
刚才于老师说了很多男生啊，但女生你是不是也应该审视一下自己？你确实很辛苦，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都无法想象，我更无法想象每天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弄他们是何等的艰苦。你把所有的辛劳都变成了怨恨、抱怨、不满，甚至你刚才口口声声说你在后悔，这一切值不值得？怎么会不值得呢？你不是为他生的孩子啊，那孩子是你的，你不是为了他变成了全职妈妈在家照顾孩子啊，那是因为你爱这两个孩子，你是一个母亲啊。我是真心觉得女性做了母亲，在某一些角色和承担上比男士要做得多，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开心起来。做全职妈妈一样可以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的，不是所有全职妈妈都要过成天天抱怨的黄脸婆。你要知道，想改变一个人，比改变自己要难得多。你先做一个不再抱怨的妈妈，也许你能收获回来的是这个家里男人回到家的放松和对你满眼的尊重和爱。他现在一回家他也紧张啊，我们家老婆又要今天累到哪儿了，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呀，又得抱怨我、数落我、骂我钱不够了还是懒了，他也紧张。你的日子过得太紧了，知道吗？女生，你放松一点，你可能境遇就会好很多，你也能够空得出手来去上班。孩子确实不需要每小时上一个闹铃去看的。你太放松了，先生。其实我特别生你的气，你说你什么都不做，钱不好好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人家教育孩子还指手画脚。你有资格指手画脚吗？你不回来应该给他打个洗脚水，说老婆辛苦了，你还指手画脚人家怎么看孩子吗？咋好意思呢？我跟你讲，现在女性为什么越来越觉醒、越来越独立，当然这是好的方向啊，真的是被你这种人逼的。人家也想放放松松在家做个全职太太，你给机会了吗？还大言不惭说哎呀我照顾孩子不行，凭啥你就不行啊？他真出去工作了，两个孩子给你，我看你一样得带，怎么着，那是他的孩子不是你的吗？所以我还真建议你出去工作，先找一份不要太辛苦的工作，能够兼顾孩子一些，让他去带孩子，谁都能带着孩子，别说男和女，什么都不做就想收获一个幸福的完整的一家四口有儿有女的日子呀，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啊。我告诉你，孩子再大点你要不改他迟早离开你，我不是吓唬你啊。就这样吧，谢谢严老师。齐总，我觉得你们俩夫妻所有的包括孩子的问题呀，你们看不惯对方的做法呀，都核心就在于说你们都不能接纳现在的一个现实。女生，我问你啊，现在让你去工作你离得开吗？你要看看他，他也能先帮你分担照顾孩子你才能去，对不对？现在这个现实的条件你能去吗？先接纳现实吧。老公，你挣的钱多吗？你能满足得了家里人的需要吗？不是不饿着就行了，能吗？满足不了。满足不了，对，你就接受这个现实。所以你应该怎么做？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找一切的机会，在你所谓自由的时候去找一些让自己别那么自由的事去做，能挣钱的，其他别找借口。什么孩子不要让他们累着呀，什么人的都是你的借口。因为什么？你就舍不得花点钱，因为你知道我们不够了，我做不到。你别那么高高在上了，好像我负责挣钱，你挣的不够。以前你们俩谁挣钱多呀？都差不多，因为差不多，一下少了一半，你撑起那一半了吗？你没有，就别那么多理由了，接受自己现在就是不行，所以我要努力去做好。你觉得是找一份工作挣钱容易，还是能照顾孩子更容易？你告诉我。找工作赚钱更容易一些。去呀、啊！但是你找不到时候，就拜托你多照顾照顾孩子。你们两个人都要接受这个现实，别想钱开，但接受现实的第一步从什么开始？从感恩对方的付出开始。当你说到他们隔一个小时定一个闹钟，隔几分钟就要摸摸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为什么听起来不像是在埋怨，而是说这应该是感激啊，感激他对孩子对这个家的付出啊。女生啊，
既然知道现在不能出去工作，认可认可他，他是有优点的，他的出发点也是愿意为孩子好，也愿意让这个家更好，多认可他的价值，即使他的价值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但是他是不是付出了，他是不是在承担着整个家庭的经济的压力，给他一些鼓励尊重，这样他才不会啊以埋怨你为一个借口来逃避你对他的埋怨。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可以工作，他也可以做家务，这叫配合，但是只是这么指责他不会听你的。最好的方式是不是指着对方让别人听你，而站在他身边，我们一起为了我们家更幸福，他一定会听你的，好不好？就这样，谢谢曲总。山大老师，赵川老师，我申请让男生做一个动作，可以吗？可以啊。来，男生，你走到女生的对面，然后站上去，面对面，拉起她的双手。女生，你把眼睛抬起来，你们两个人互相对视，看对方的眼睛，看对方的眼睛，看对方的眼睛。你们两个人不是敌人，知道吗？你们两个人不是敌人，你们两个人是战友。好了，男生回去吧。连彼此的双眼都没有这么安静的注视过。你们两个人太吵了，你们需要的是安静下来，好好的看一看彼此的脸和彼此的眼睛。你们不是互相捅刀子的敌人，你们是这个家的战友，为了这个四口之家共同努力奋斗的。那么多的指责和抱怨，这个家能往前进吗？其次我想说的是，我很理解妈妈现在焦虑的心情，因为我曾经也如此。10秒钟20秒钟摸一下孩子的手和后脖子，因为从这个可以判断出孩子的冷热。半夜会无数次的醒来，看看孩子是不是把被子蹬了，会不会造成第二天着凉。但是这样焦虑的情绪我后来释放下来是为什么？是因为身边的家人给了我肯定。他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没有人站在他身旁告诉他，你这样做的对，但你不用这样，你得先肯定他，他才能够不再如此焦虑。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要彼此肯定，彼此支持，彼此理解，要懂得对方的委屈，而不是只看到对方身上的问题。我们当爹妈都是第一次，每个人都有问题，而育儿的问题上无对错，因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爱。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回家，如果当真的发生这么大彼此争吵不休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先做出刚才我让你们做的那个动作，拉住对方的手，安静10秒钟，哪怕就10秒钟。先生，你看到妻子的情绪了吗？她是需要释放的，同样丈夫也是需要释放的。这样的话，你们把情绪平和下来，才能好好去说两个人之间的不同的这样的对于孩子的观点和论点，然后才能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都带着火药味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你们两个人吵的都是情绪而不是实质的问题。好了，就说这么多。好，谢谢山大老师啊。孩子的问题永远是一个表象嘛，还是那句话嘛，每一个问题孩子背后是一个问题家庭嘛，所以家庭最核心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嘛。在这组关系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因为都想得到认可，又都不被彼此认可，采用的方式就是攻击对方正在做的事情嘛。所以男方的攻击是你孩子没带好，女方的攻击是你钱挣的不够。换一个思路，其实就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现实也没有那么难，我觉得女生已经度过了这个现实生活最难的时期了，老二都4岁了，都可以幼儿园了，就完全可以做生活上的调整了。这就是曲总刚才说那个接受，我其实不太同意他们要接受现状。
就是当他接受现状以后，生活反而死气沉沉，反而他们现在要突破现状。我倒觉得女生现在就应该出去工作一下。你不让她出去工作，是你害怕被更大的否定。如果既能带了孩子又带得好，又出去工作还能挣点钱回来，但是人家干了两份工作，你会害怕的。不就是这个吗？夫妻之间何必争高低胜负呢？别再吵了，听不下去了。孩子问题真都不是个问题，怎么长都能长大，对吧？你们俩如果散了，那才是孩子最大的伤呢。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咱们俩吵架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能出去工作吗？能。能回家带带孩子吗？能。这不就完了吗？变通一下，别较劲。他要的不是真的出去工作，肯定他，别天天老否定，谁在否定里面都会崩溃的。不容易，加油吧两位，谢谢你们，请回。祝他们真的能够幸福，找到他们夫妻的沟通方式。理解和尊重是一切沟通的基础。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是喜欢和朋友出去玩，经常夜不归宿，对我也十分冷淡。我也想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但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不考虑未来，不考虑我们的小家庭，只在乎自己，让我不得不担心我们的未来。我只是在工作之后放松心情，没有忽视他。我觉得在他心里，我和我的女儿很不重要。他不是很喜欢我的女儿，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我真的很不明白，明明我一直在努力对他们好，一直在规划我们的未来，可是他不信任我，打击我，让我很有挫败感。对于未来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杨先生39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唐女士46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
欢迎两位哈，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对吧？对对，婚姻当中都有一个闺女是吧？对，而且两个人都带着闺女是吧？嗯，啊，你闺女多大？十岁。你闺女多大？二十。哦，这个闺女可以独立了啊，打算结婚是吧？是。但是犹豫不决，对吧？对。来说说犹豫不决是为什么吧？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觉得，就是她的责任心还挺强的。啊。啊，但是最近一年多吧，就是，经常跟朋友出去打球。白天出去打篮球，打完篮球呢出去跟朋友吃饭，晚上还得接他去跟人家去打台球啊，半宿半夜的也不愿意回家。我出去打球就是放松放松，你也知道这两年我从事的行业不太景气，压力比较大，另外就是这两年压力大，总暴饮暴食的，身体也不算太好，打篮球也是为了锻炼，其实没有别的，你就是比较敏感了，我这一不回家你就想多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那些想法，我觉得吧，两个人正常在一起好好生活，那你也不能说的天天去打球吧，咱们毕竟还要生活，而且一打球的话呢打到半夜，半夜都不回家。哎，有的时候都到凌晨。那天天打球不干活吗？没有工作吗？有工作，他工作自由啊。我是做金融方面的外汇，基本上都是半夜工作，白天很少就是动那些动。哦，那你更应该好好休息休息，要不然身体不全垮了吗？天天回去那么晚，有的时候还跟朋友喝酒，啊，喝完酒了醉的状态中，你说那你还能工作啥？嗯，你就什么都不能干了吧？然后回家之后呢，把那堆臭袜子，然后就往地下一扔，打完球了一身臭汗，那衣服就往那一扔，早晨起来了还兜兜我去给洗，我不给洗了他就生气。那你说我打一天球了，又喝酒，半夜回家了，你都喝醉了，没办法再洗了。所以那样你就不要天天去打球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不打球我能干啥呢？我这行业现在风险也高，我压力也大，我也没法做呀，我只能出去跟朋友打打球啊，放松放松啊。这几年压力也比较大，你也知道，特别是近一年多，这个行业多不好做呀。那你可以试着去改一下的，去做别的行业，但是是我没有逼着你那么去做，但是我就觉得不管你做什么行业，我都是在背后支持你，对吧？是啊，你也说让我找一个好的工作做别的行业，那你说我跟朋友同学出去吃饭打台球喝酒，其实我也想通过他们找一个好的一点的工作呀。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嗯，我那么理解你，那么信任你，比如说他晚上去打球，就是我在家一个人，我平时胆子就小，我就不能一个人在家，就是你都知道，每次你去打球回家，半夜回家的时候，你几点回家，我几点睡觉，你不知道吗？那你就关上灯，关上门就睡呗，能有啥呀？也没有啥危险。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吧？打球之前都给我打个电话，说我能不能去打球，今天我能不能去玩？我很少说的，没有，几乎没有一次说拦着你，说的你今天不行去的时候。现在你已经习惯了，你也不问我了。每谁约你的时候你起来就走，是不是这样的？那几年主要是打球的时间很少啊，主要是忙工作忙着赚钱呢，这两年就是压力大了不好做了，所以就想着出去玩放松一下啊。这个事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不是，我好奇一点，为什么要天天打球啊？一周有个两三回不就完了吗？为什么是天天呢？对呀，啊，我也那么想啊。我最近一年多吧，就是工作不能正常了。你不要老拿这个说嘛，我这个已经听得都快听疯了。我跟你说，我这最近一年多压力很大，就是全世界人民压力都很小，就他压力最大。你是职业篮球运动员吗？天天打篮球，我一听就基本职业了啊。白天打篮球是职业篮球运动员，晚上打台球是职业台球运动员。您这什么呀？这是天天都打吗？为啥天天都打呀？还是他说的夸张啊？差不多吧。天天打呀？对，也是，可能这件事是我惯的，说的我从来也不阻拦你啊，以前我也不说你，但是你去打球，你回家该做的家务你得做吧，最起码你的衣服和你的袜子你得洗吧，你说我不洗你还抱怨我？你说哪个大老爷们在家做家务啊？谁就规定大老爷们就不能做家务呢？男女现在是平等的，我也赚钱呢，我又不是不赚钱，所有的家务我也做，然后我还赚钱，那你觉得我这样心里会平衡吗？我这些朋友啊球友啊基本上都是在一起玩啊，我也没看到谁做家务啊。那你说我在家做家务，
洗了一大堆衣服，你说我朋友要去了看到了，我的面子往哪儿放？你总是爱着那个面子，你的面子总是放不下。你想没想过，你的朋友回家做家务的时候，他还能告诉你一声，给你打个电话，来，哥们儿，我现在在家做家务呢。你觉得是不能这样的吧？我也不是一次没有做吧？那你做那一次家务，我知道你做那几次，那是我回娘家了，然后那个你实在是没有穿的衣服了，然后你就把那些衣服捡吧捡吧，自己去洗了。然后我还嘱咐你，我说你回家千万不让我看到家里很乱，你收拾收拾家，就那一次吧，再没有过吧。主要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我已经习惯了。做家务我估计我是真的很难拿起来。那还有，刚才也说了，他女儿10岁，我女儿20，我们跟他女儿在一起生活，我女儿不在我身边。那我平时给我女儿买买衣服啥的，买买东西不是很正常的吗？正常正常。每次我给小女儿买衣服的时候，她都是可开心了啊，买吃的买穿的可开心了。我要给我女儿买衣服的时候，她就说了啊，别买那么贵的，那孩子你说上学买那么贵的衣服有什么用啊？啊，你也不用总给她花钱，那你说我心里能舒服吗？大女儿现在已经那么大了，根本就不需要咱们照顾了，她自己能独立呀。再说了，她不也有父亲吗？那让她父亲给她买呗。那你说咱们小女儿那么小，她就需要关爱，她需要咱们照顾啊。那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同样都是女儿，那她大了，她就不应该有人关心了吗？我母爱和父爱是不一样的，为啥我能给到咱们女儿那种爱那种关心，你学不到吗？那我也领过大女儿出去吃好吃的，逛街呀，买东西也领她去过呀，听玩过也去过呀。是啊，你领她玩，你只是走形式而已，我能看到，我也能感觉到你心情不好。有一次领她出去玩，是我跟你说，我说我这边忙于工作有事儿，我领不了女儿，你领她俩出去玩玩吧。你还挺不情愿的，领她俩出去玩了。我也听大女儿回来说了，你基本不怎么跟她沟通，都不怎么说话，谁心里会舒服？你想想，那是那么大了，我也觉得跟她有隔阂。就觉得没什么说的，所以就很少进行沟通。不管怎么说，我的想法是啥呢？你说你女儿也，我拿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待，我也希望我的女儿能像你自己的女儿那样，不管她多大，她再大的话，她也是个孩子，对吧？其实真的这样了，我心里特别不平衡。听懂了，哎，日子过不到一起，这没关系，对吧？这么多年了有感情吗？咱们可以磨合。但是对孩子还不能一碗水端平，所以心里也不舒服，对吧？对。还有什么冲突和矛盾呢？那你看我俩在一起这么久了，当初我俩认识的时候他给我承诺。多少年了？5年多了。5年多了还没结婚啊？对啊，我俩就是没领证。因为没领证的原因他也知道是因为啥。为啥？就是当初说承我承诺他的结婚的时候要给他买他最喜欢的那台奥迪 A7， 然后再结婚。呵，为一台车不结婚呐？是，说一台车也不算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恋爱阶段你都不去完成你的承诺，那以后了结了婚之后了，我觉得你说的话我不一定哪句话能相信了。前几年我也是比较赚钱的，所以承诺给你买我也有那个底气，主要是这两年我说了我这个项目做的反正比从前比较高，赚的就少了，所以迟迟也没有买上。那有咱们也不是没有车，就有台车能开就行呗。那你也知道啊，那我就喜欢这台车，当时你也是那么答应我的呀。所以说你要是不给我买这台车的话，我总觉得我心里不平衡，总觉得好像缺了很多东西。当时我因为赚的比较多吧，每个月可以赚个几十万，所以答应给他买。但是后来我也赔了一些，就没有买。咱降调标准得了，对吧？不是，那你说是我能理解那种心情，我的想法就是啥呢？你的承诺在我们恋爱阶段你都不去兑现。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那以后了你不很多事儿不更不兑现了吗？好，这算是其中之一啊，就是男方的经济变化了，也是使女方对这个婚姻有点却步。我这么说对吗？有点吧，对吧？其实不对，你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景气，但是我不想让你现在这种状态，我主要就是你现在这种状态我接受不了。好，行。你觉得他现在有变化吗？有啊，变化非常大呀。就像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他知道我晚上害怕，不敢那个不敢一个人在家，他不会让我一个人在家的。现在他不想那么多了，而且比如说过什么节日，以前他都会送我花啊，送我喜欢的东西，现在啥礼物都没有了。我每次跟他说的时候他都说没有必要嘛。所以我想问问先生啊，你还想娶她吗？想娶啊。是因为现在就是僵到这块了，
你的意思就是僵在一辆奥迪车上了是吧？是一方面，但是现在生活这些矛盾吧，我们俩现在就是没法意见没法达成统一，对吧？我也觉得，其实我觉得好，你要找的女人不应该是这么一个女人啊，应该是不管你无条件的支持你，帮你把家务都打理好了，然后对你女儿一心一意，她自己也不应该有自己生活的那样的女人。我是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找的呀，但是所以现在产生矛盾了，僵在这儿结不了婚嘛。啊、哦，是按这个标准找的，所以那还说啥呀？你希望的男人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我理想当中男人他是应该懂我的，而且对事业有上进心的那种。这个显然不是，对吧？那有点区别吧。那咱把他降目标的话，他算吗？他要像一开始那样的话，我还能接受。这个情感走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冯红兄，恋爱五年多了，却踏不进婚姻。如果踏不进婚姻，那可能对方就是自己的前任；如果踏进婚姻，可能就是自己的一辈子。我没有看到男方的努力，你白天打篮球，晚上打台球，扪心自问，这里面有没有玩的因素？有吗？有，肯定有。你看他现在为什么这么做？有生意不如意的成分，还有破罐破摔。即使他对能不能真的和你走进婚姻已经力不从心，其实也感觉到有点迷茫和失望了。我突然发现你们两个人通往婚姻幸福的解药竟然是一台轿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我认为更多的并不是买不买得起这一辆轿车，而是他内心堵住了，对吧？虽然是承诺，因为确实这一点我认同，由于他做的这个行业是充满市场风险的，在当时赚钱很容易的时候他信口开河，但是现在确实他的行业遭遇到了寒冬期。我想如果真的爱这个男人的女人，至少理解包容还总是应该的吧，把他作为以后婚后的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希望，我想这个大家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当口让他兑现承诺，你看中的是那台轿车，你说还有意思吗？五年多了，前任就前任了呗。谢伯红兄。严老师，于老师说因为一台跑车堵住了先生的心是吧？你使劲点头，你得了吧。是一台车的事儿吗？做生意有起有落，赚钱有多有少，关键是你爱不爱他，你的心在不在这个女人身上。钱多的时候咱可以可劲儿花，钱少的时候咱能不能把心可劲儿往家里放一放？你做什么了？天天打球，用那时间陪陪自己女朋友不好吗？凭什么人家在家伺候你，给你洗衣服，你就装大尾巴狼在那儿吃喝玩乐啊？他我看不上啊，你我也看不上啊，你好意思吗？站在那儿说我不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一台车？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都不用回答。如果他现在依然每个月挣几十万，钱交你，车摆你面前，你给不给他洗衣服？那还是臭袜子吗？他打球还是坏毛病吗？他说要跟你结婚，你说不，我觉得你不够爱我，没有给我做顿饭。我估计你麻利跟他领证了。可以现实，咱结婚过日子也不光是说有爱就一切都美好了，可以现实，但能不能以爱为基础啊？他赚的时候也给你花了吧，他没的时候你能不能也心疼他一点啊？他为什么天天打球不回家呀？你没责任吗？他如果回家心里特舒坦，知道我媳妇儿疼我，给我做口好吃的，咱俩一起坐那儿聊会儿天看看电视，我觉得他也愿意回。他回家就看你苦着张脸说我的车呢，你这个没出息的还不干活，他当然不愿意回了。
两个人相处永远是我们高峰的时候一起荣耀，我们低谷的时候一起患难。我倒是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共同抵抗风浪，携手下去，未来日子还长。他也有能力，他也算贤惠，彼此包容一点，多付出一些真心，别再纠结那豪车了。谢谢，谢谢杨老师。曲总，现在是谁想结婚啊？都想结婚。你是想结婚？你想吗？没那么想了吧？对，因为离他那承诺是越来越远了吧？对，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个样子了吧？对，你倒是真想结婚，什么都不干，还满嘴说，哎呀，我要给女儿陪伴，你在哪里？谁在照顾你的13岁的女儿啊？你在打球，你在球场，你在台球厅，你在喝酒，全都是他。所以现在更想结婚的是你，一定不能现在跟他结婚，他会飘。我都这样了，你还要跟我结婚？我就是不给你要想要的，因为我现在做不到啊。怎么了？你不也结婚了吗？所有的承诺都能成为假话的话，这个人对于你还会看重吗？当然不会。我相信你一方面说真想要那台车，一方面也是要对他一种激励嘛。对，因为现在俨然就看不到了。但是你要想到的是，如果真的是这台车他能够买得起就给你的话，其实头几年就应该买得起给你了。如果是他说刚才一个月能挣几十万哦，为什么不早给呢？好像你是沾了某个风口能飞起来的，但现在呢，你发现越来越远了。还有啊，你交了一堆不怎么样的朋友啊。请问打篮球并且又去打台球然后喝酒的那些人都是同一波人吗？不是。对啊，你傻了。打篮球打完篮球回家干家务活去了，打台球的白天工作去打台球了，喝酒的那都料理好了，经过老婆同意了出来喝酒了，而只有你一直都在。你就听听别人那么胡言乱语吧，吹吹牛吧，相信男人有时候喝酒酒后是吹吹牛的，回家都很老实的很好的，就是你信了。所以你不要被别人欺骗，也不要被自己欺骗，脚踏实地吧。现在如果是环境不好的话，你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对吗？为家里有这些贡献，人家才可能要你。不要再想那车不车的了，就当我们曾经的一个梦想吧。但是那个目标在，好不好？去努力啊！就这样，谢谢曲总，山大老师。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是，想要跟你们俩，也是跟更多重组家庭的人说的。我觉得重组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拿自己对待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要求对方也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对我的孩子。你总是比着，你看你对你的孩子什么样，你对亲的是这样，你对不是亲生的就是这样，这是人之常情啊。有些人可能他只是智商和情商高一点，他会做事和做人一点，所以如果一直揪着这一点去衡量这个人对我的孩子怎么样，对他的孩子怎么样，那没有重组家庭能走到一起。所以如果想要重组家庭，一定要具备更宽广的胸怀，更成熟的心理，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彼此都有能力。你们俩都没这个能力，不适合带着女儿重组家庭。已经相处快6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早就过了要结婚的那个激情了。结婚不是论年头算的，6年了该结了，结婚是论感情的深浅程度而定的。感情到了1年就该结了，感情没到60年也结不了。所以我觉得你俩没有重组的那个能力，就别彼此为难，也不要拿一台 A7 去当遮羞布，说出自己的需求就好了。谢谢，谢谢山大老师啊。先生大概几个误区哈。第一个误区，再等机会时间很长，与其坐等不如抓紧重新开始。这个时代是这样吗？重新开始嘛，再来过啊，不能再这样了。他现在对你整个人生的状态是极其不满的，这个不满是你没有向上，你没有努力，你躺下来了。
核心是在这儿，对吧？所以我相信，你要说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利益都没有考虑过，我不信。也考虑过，也做过选择，对吧？可是你们突然发现，六年过去了，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部分都变了。也许当初那个人最长的那一部分变成了他现在身上最短的那块板，还能接受吗？你们得掂量一下，好好想一想，现实点没啥不好，我能理解，对你来说真的不是 A7 的什么事儿，只是觉得一个承诺没有完成嘛，我需要你的承诺嘛，现在这个 A7 拿出来说就是一个我不嫁给你，我又不离开你的一个借口嘛，还想看嘛，因为毕竟投入了这么长的时间嘛。现在这段关系可能对女士来说更像鸡肋了，过去对我也好，收入也好，我们能看到生活的希望，现在对我也不好，收入也不好，人也塌下去了，我图他，我的未来在哪儿啊？但是你真让我离开他，又有感情又有年份，所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段关系能不能往前走，其实关键在你，是你愿不愿意改变，你愿不愿意让他看到一个有希望的你，其他也没啥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亲爱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原因，就是这一年多来我自己改变的也挺多，我也知道我出去玩不愿意回家，其实也是不愿意面对风险。我现在经过前几次的损失吧，我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就是不愿意面对那个风险，不愿意再把那个电脑再搬出来再从事原来的行业。咋说呢，在以后的日子里吧，我先从自己改变吧，把酒戒掉，然后找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不管赚多赚少吧，先赚一点，以后多陪陪你，多陪陪咱们的女儿。行了，今儿带她来教子的目的算是完成了，剩下来就看你还愿不愿意给她时间了。谢谢两位，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来，我们看看这两位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开始，请开门。快去快去快去。好好好好，得嘞，乐见其成，加油吧，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啊！得嘞，谢谢两位，请回，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京云中央厨房，走进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老师啊，他骗了我30多年了，付出再多他还是在外面找女人，我本来想挽回这个家，昨天我痛下决心决定离婚，不知道做的对不对，请老师帮帮我。开始，
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那就按照你的决心去做，千万不要再摇摆不定，不要再犹豫，因为你的犹豫会让他觉得他完全没有错。送给你那句话，不念过往，不惧将来。再一次谢谢四位导师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融美好